桃 K， 红桃尖儿，老同学，老同学，哎呀，我完了你了！不，放下！是你发的征友启事？没错，是我。还是小时候那毛病，好热闹。我好热闹，你好凑热闹。那么多人听这广播没动心，可就你来了啊！你慢着，来，坐。哎，干嘛去？回家。你呢？回家呀。啊，你现在干嘛呢？哎呀。小采购，小采购。哎呀，当记者了，老同学。哎呀，马马虎虎。哎呀，别！我一看见你啊，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了啊。咱们小时候，咱们班是54个同学，用54张扑克牌命的名。那个时候淘啊。后来我，后来我听说你跟那草花圈谈恋爱了。他能看上我吗？让方片勾勾去了。还有呢？黑桃八有消息没有？黑桃八做生意呢。啊，在越南那儿倒凉鞋发了。哎，红桃三呢？当兵了。当兵。真把那仨红桃扛肩膀上了，上校。好。哎，咱们班大小王呢？你说那是正副班长。对。留校当老师了，现在教我儿子呢。哎呦，太巧了。哎，我说，咱再甩两把，找找过去的感觉。好啊，拿扑克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没带。哟，那怎么玩啊？找个什么东西代替？拿什么代替啊？这个？哎，用名片玩，这行吗？小的时候没扑克，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？半斤管二两的，一斤管半斤，全国管地方，就用它。来。说吧，怎么玩？我抽一张，你抽一张，翻过来比。好，大管小，输了喝酒，跟军旗一样。我先来，出吧。组长，科长，喝。科长，处长，喝。处长，局长，再喝。我不喝了。那怎么了？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。这不是层次高低啊，是你水平太差。你要这么说，咱俩换换牌，你敢来吗？我照样可以赢你。你过来，你换换。我就矫情，矫情。来，哎，你这把牌多好，要啥有啥。哎，你看这把牌，又一把小科长那是。说，没关系，看这个。六个科长，六个处长，我这管得多痛快。看这个啊，股长、科长、处长同花一条顺，科长、处长、局长三色一条龙。我这可是真顺，我这是真龙，我这是组织股、人事科、干部处，咱这行政关系里多顺呢、啊。生产科、销售局、外贸局、产销一条龙，直接干入国际市场。老同学，你还真有点这个。废话，没点现代意识，敢拿名片跟你玩牌？来，别忙，说，看着啊，嗯，炸弹四个二。我那哪有四个二啊？哎，看着，这四位都是副职，就是二把手，所以叫四个二。你等会儿，叔啊，你等会儿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管上，四个大王，四个什么大王？卖牛肉面的啊！牛肉面大王，哎，满街都是，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。你来，喝酒。哎，我说，哎，老同学，
这样好不好？你也别用我的，我也别用你的了，咱俩把这些名片洗在一块儿，抓住啥算啥，公平合理。好，玩过这些不用了，拿新的，拿新的。哎，别动我包。我这里边俩相机，我看这玩意儿，一把一把的，一出差整一兜子。好，走吧，我洗。好，现在这名片是你送给我，我送给你，十个名片九个经理，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。我说你要哪摞啊？你说我要哪摞？要这摞。眼神还行。哎呀，嗯，哎呀，老同学，你这接触人挺广啊，啊，各行各业全。我说这也认识啊？啊，我采访过他。哎呀，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，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？那就快出吧。我舍不得出，留作纪念。这个，我先给你来个小的。出一个副经理，管上经理，管上总经理。押上董事长，管上秘书，管上。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？啊，这是女秘书。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。你出来，来来吧。哎，老同学看清楚，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，她不吃你那套，喝酒吗？那我换个男秘书。哎，不行，死牌落地，喝酒喝酒。你等会儿，喝酒喝酒。我给你来张大的。哎，这光头衔就一溜。你说吧。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，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。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，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。你别念，别念，别念。他具体是哪单位的？电话6785423，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。多用电话呀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。他的。你这都是虚的，骗人的，废话。让我喝酒。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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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酒。哎，你来，我出啊。你好。出牌。著名演员。小报记者。小报。那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，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。今天说你有外遇，明天就说你打离婚，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，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。喝酒喝酒。嗯，好。哎，看这张，电影明星，电视明星。电，哎，不行，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，都在家看电视，不管演的多差，先混个脸熟。哎，这好说。哎，管上你，相声演员不仅脸熟，而且喜闻乐见。压上小品演员，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来来，别着急。嗯，管上你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一级演员，每月光工资300多块。不就300多块吗？哎，管上通俗歌星，出场费3万。多少？3万。哎，不行啊，那个京剧是国粹，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。你没用没用，你没听人说，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，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。喝酒。好，你别着急。哎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嘛，管上你，港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。这怎么了？多少？50万。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，这玩意儿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就不信管不上他，那么多钱让他拿走。税务局局长。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，一分不能少。喝酒。好，这酒我喝了。你不喝得行啊？你来。好，出这张看着啊。哎，药厂厂长。假药厂厂长。假药。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？你这药再好，我用你商标出2回假药，你马上牌子就倒。来来来，只要这么讲嘛。哎，管上你，摄像师。是，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？质量万里行，给你彻底曝光，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。我喝酒。我给你来个绝的。说一个和尚。好说。
日本和尚。不是，都是和尚，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。我这叫强词夺理，我看你、哎、这叫学问呢，老同学。学问，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，天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，你、嗯、你这样就没良心。怎么了？我白抄了吗？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？这人，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。看病俩大夫，一个兽医，一个兽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？现在兽比人精贵。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，前几天穿个红裤衩，我问他啥意思，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。行行行，别胡说了啊！胡不胡说？今年是我本命年，你别胡说啊！对，是你本命年，也是他本命年。你和他争啥？你比他大好几轮呢！你。我告诉你，哎，胡说呢、啊！就这个狗啊，做了个 CT， 花了上千块。哎呦，他真舍得花钱、啊？啥舍得花钱？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。这能报吗？有招啊，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，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了，报了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！这酒我喝，你喝。这张名片给我。哎啊，嗯。好，我给你来。哎，这是你的、啊、哦，这是你的，拿错了。嗯，说市银行行长。哦，毙了，公安局长。不是一个系统的，你能管上我吗？告诉你，这个行长啊，他进去了，他贪污受贿，还有刚才这位，他要不改的话，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。喝酒，喝酒。这酒喝得痛快，哎，该喝。运动员，大球星，教练，外国教练。对，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？外国教练有本事，有本事。你等会儿，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。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。来呀，来。好，别着急。嗯，我小管你一下。嗯，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。那么的啊，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，老同学。怎么呢？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，嗯，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。告诉他们、嗯、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，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。好，老同学，哎，我能写一篇文章。什么题目？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《小小一把牌，社会大舞台》。生旦净末丑是谁？谁明白啊？哎呀，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给大伙儿拜年了啊！新春大吉，大吉大利，身体都好啊，都好都好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这我懂，大年初一了，应该给您拜年了。对，给您拜年，拜年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这你得懂事儿，知道吗？是，大年初一了，家家户户一走，给人拜个年，图个吉利，图个高兴，应该这样。我教教你，这你要不明白问我啊。哎，好，哎，你们这儿干什么呢？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。哎呦，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跟你说什么呀？我要给你出点主意，能比现在还好啊！哦，您这个人懂艺术，这事儿瞒不了我啊，这事儿我都明白。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，你想，你这今天你这怎么弄这么些人呢？热闹啊！哎，不行啊！啊，这中国人本来就多，天天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啊，好容易过春节了，打开电视机一看，还这么些人，不行。那么依着你呢？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。对啊，什么话呀？这是不是啊？不是活的，就是那个机器人。哦，机器人啊！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，多好玩啊！那怎么说呀？俩人就站着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听不懂。哎呦，艺术在于含蓄，多好玩啊！哦，唱歌也用机器人？不行，那就重了。你弄俩猴唱歌啊？
猴唱歌，他俩猴往那一站就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这主意我记住了啊。怎么样？下回再搞节目，我跟导演说，找你。跟导演说，赶快找我啊！哎，行行，这样不行。哎，您贵姓啊？怎么称呼啊？姓侯，侯耀文，记住就行了。我记住了。哎，那赶明上您单位呢，一找侯。哎，不行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。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，怎么问呢？说同志，我跟您打听一下啊，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？侯大明白，哎，人家告诉你了，就那个啊，那个喝凉水的那个，那就是侯大明白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？哪个单位？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。哦，文艺单位。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？管是管不了什么了，但是主点儿，主点儿啊，主。我煮点白菜呀、啊、萝卜呀、啊、水疙瘩呀、啊、拿开水一焯，拿烟腌上，我煮这个啊。明白了，哪位需要找我啊？不，嗯，您是腌咸菜的。怎么了？不是文艺单位的啊。哦，我跟您说呀、啊、刚才您那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，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。不行，下回您的主意就更馊了。馊那是天热，你搁盐少了，对，还是咸菜啊。就是啊，好嘛。我说，既然您什么都明白 啊，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。不行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，就我一明白人，他不容我。那您怎么办呢？回家，回家听听音乐，到晚上七点了，打个电视看电视。哦，看看新闻联播。哎哎哎，我问问您啊，这电视里边这晃晃悠悠的这飞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是飞机啊，要降落。这飞机怎么降落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这瞒不了我啊，这我可明白。哦，你明白，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？哪样？先减速，哦，然后对准跑道，嗯，把起落架放下来，哎，把俩翅膀扣下来，嗯，然后咵，轻三点就着地了。轻三点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，那算高手。呵，明白，您连开飞机都会？那当然了，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。哎呦，干什么时候奉献的，对不对？您这就够现的了。什么时候奉献啊？啊，哥，哎，啊，从这飞机上下来，这是谁啊？哦，这是外国总统啊，来访。接外国总统怎么接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这可瞒不了我啊，这我可明白。礼宾的事儿你也懂？那当然，我明白极了。哦，你看着啊，啊，让我教给他啊。哎，这总统从飞机上往下走，哎，顺着梯子往下走，快点。废话啊，那外国总统有顺杆往下出溜的吗？你说的那是救火队的，那是什么？往下走，哎，别一人走，回去搀着太太一块往下走。哎，下来跟我们领导人握手、拥抱，左边一下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还一下呢，哎，也都得现教，你看看谁用你教啊？好，顺着毯子往前走，走，别出那毯子啊，一出那毯子就不对了。哦，哎，顺着毯子招手，招手，别走了，站好了，哎，站在台上，马上奏你们国家国歌。哦，国歌，哎，听着啊，哎，当哒哒啦滴，当哒啦啦啦啦滴哒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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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预备？您这回娘家呀？这是我这歌熟啊，熟像话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哎哎，头一辆别上。头一辆那是开道的，坐第二辆插小旗那个，那是总统的。哎，好，就到牧区地了，是吧？啊，往北，往北拐，往北拐，哎，别往右拐，往左拐，往左拐进国宾馆，往右拐就到红塔礼堂了。哦，他们得先进国宾馆，哎，然后会谈，是会谈完了以后呢，就是国宴，国宴完了以后再看节目。哦，这个国，哎，怎么吃国宴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这你不懂啊？我不懂，这瞒不了我啊，这我可明白，这你也明白。这国宴先上四个大菜，什么菜？一个是腌萝卜丝啊，腌萝卜块，腌萝卜条啊，腌萝卜片，好嘛，四盘咸菜啊。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不，你不爱吃你拿开，先上汤啊。这你说对了，对不对？西餐第一道菜是汤。哎，西餐先上汤，什么汤？南豆腐腌雪了红。这是还是咸菜啊？啊，我们就趁这个。好嘛，你们腌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。这我都知道，你找那换换台，换换台，找我不会的那看。哦，这台是什么呀？哦，这台啊。科技知识，科技知识介绍电脑，电脑懂吗？我不懂。哎呦，各位注意啊，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，一定要学会电脑。哦，电脑就两条，一个叫做程序，一个叫储存。哦，这说对了啊，程序懂吗？我不懂，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。这程序是这样的，哪样？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，撒一层盐呢，搁一层辣椒面，搁上一层白菜呢，撒一层盐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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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又腌上了。不是，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。我明白。这储存懂吗？不懂，储存可太难喽。哦，你储存不好，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，还是咸菜啊？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干。行了，行了，算算算，换换台，换换台，找我不会的那个。哦，这台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啊，妇幼保健知识。今天介绍什么呀？今儿这是无痛分娩法。哦，我啊，
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？我不懂。这你可不懂了，这瞒不了我，这我可明白。这你也明白？我明白呀，我有亲身体会啊。哦，你这不知道你啊？这我有亲身体会，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，你知道吧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。哦，哎，这个姿势你得你学点别的好不好？你学这个，学这个了，学这个，您是这个人，你学着，你学着，你呀，换台，换台，别换台了啊！我瞧出来了啊，你这个人呐，不学无术，光说不练。我干嘛光说不练？我上回练了一回，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？不能啊！你这么明白人，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？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我刚一上汽车，我一看，哟，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啊，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。是，哎，我看这人就像坏人，小偷啊，这人。这可不能乱猜啊！啊，维护社会治安，人人有责呀。嗯，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？我不会，这瞒不了我，这我可明白。你又明白，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。哦，咱们正常人舔胸叠肚，俩眼往前看，是小偷都不然了。小偷呢？小偷低着头，俩眼往上翻。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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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专门看您这仨兜，仨兜。哎，知道上面这兜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这叫天窗。哦，那这兜呢？这叫平台。裤兜，这叫地道。哦，这瞒不了我，这我都明白。哦，又明白啊！我一看，我说这就是小偷，这个。哦，哎呀，哎，我说这位，您看到没有？这小偷初学乍练呢，怎么还跟人商量？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，业余，业余爱好。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，怎么？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，您看他这一长一短，这出不了活儿，这个。呵，这我明白，这个。哦，又明白啊！再说了，他这眼睛也不对呀。他眼睛看不准人，你别偷那老头，偷旁边那个，偷旁边那个，快点下手，下手我好把他抓住。只要他一下手，我就把他抓住。快点，旁边那是出差的，偷那个人，快下手下！哎呦，你怎么不敢下手？你急死我了！你下手，你躲开，我就教你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出来了吧？哎，你，哎，我怎么给掏出来了？这个，你看看，不是那个你我啊，我是坐车的。您是您啊？警察呀、啊？得，哎呦，警察同志啊，我不是小偷，我临时帮忙，我是。这有帮忙的吗？我不是，我就给他示范一个。您你这教唆？不是那个，那您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什么怎么办啊？走，跟我上分局。你看，我说分局就分局吧，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。啊，哎，不过警察同志，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您要带我走，可不能上公安分局。那上哪儿啊？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，它属于交通分局管，这事儿我明白呀。你还明白呢？谢谢，再见。啊，各位旅客，各位旅客，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。是啊，今天是大年三十了。哎，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给各位旅客拜年。好。我给介绍一下，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，就知道猴年到了。猴年到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哎，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。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？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，就是。既然今年三十，咱们在这儿候车啊，咱也别闲着啊，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现在咱们就开始。咱们这就算呢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。这不是，说。啊，对，就是一分会场。哎，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。对，批不批呢，就是他们的事了。哎，咱们呢先演起来，怎么样？对，好不好？我就报幕了啊，你报吧。送羊年，迎猴年，春节联欢文艺晚饭，现在文艺晚会哦，对，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，开始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这个石主席啊，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。对了，说他紧张，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。对了，我说你呢？你也紧张了，你也紧张了啊！咱们就开始啊，快点。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猴站长啊。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。什么节目？三句半。三句半啊？三句半？那四个人的节不，我一个人怎么演？一个人演新颖，累呀。好，好吧，这么新颖，你来，大家欢迎啊！那就开始吧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都得说那新词儿啊。好嘞，预备起。敲锣打鼓笑开颜，送走了羊年是猴年。对，
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。对，拜年。四个人节目，我一人折腾。主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。对。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？是，我高兴。治理整顿见成效，深入改革花枝俏。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？看报，看报，看报来！啊，各位旅客，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，就先演到这儿。后边登场的呢，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。您准备什么节目啊？您写个条子交给我，我这都给您安排。什么节目都可以啊，您唱个歌啊，跳个舞啊，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。您别不好意思啊，联欢会嘛，图个乐，大伙儿一块玩玩。您大方点啊，哎，有什么节目？哎、您我演个节目。哟，师傅啊，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啊？我是炼钢工人。哦，钢铁工人。对了，好啊。啊，师傅，您贵姓啊？我姓郑。哦，姓赵。我姓赵。您叫？我叫赵本山。赵。哟，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。他不认识我。哦，不认识，他不认识我。那赵师傅，嗯，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？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。哦，鼓劲儿的。我给大家唱个国剧。好。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，国剧不会，我唱国剧，是还是歌剧呀、啊？国剧，国剧就是京剧，啊、京剧，哎，京剧，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，唱京剧，唱京剧，好，唱个带劲的啊，大伙儿欢迎。炼钢工人斗志昂，寒来暑往日夜忙，对，长篙奔来多高产，祖国昌盛我心。我该上车了，我该上车了，我走了，那您慢走，明天见了，再见，明天见，同志们，明天见。慢走，慢走。哎呀，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、啊，真是越开越热闹，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，要求演节目。哟，同志，大娘，哎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。哟，挺内行。我原来不想唱了，哦，我非唱不可。对，您也上回电视。对了，好，大娘，哎，您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我上矿山看我儿子。哎，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。他说哈，嗯，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，哦，所以不歇班，我坚守岗位。我看他，哎呀，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。我看他去。哎，大娘，哎，您儿子叫什么呀？叫黄宏。哦，哟，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。他不认识他，不是黄宏吗？黄宏，黄宏，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，嗯，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。哦，黄宏，哎呀，这名字真是太好了，黄宏，境界很高。嗯，大娘，嗯，您贵姓？我姓宋。您叫、啊、宋双双。好嘛，宋丹丹要多一姐姐，反正黄宏是我儿子。啊，行行了，行了。别提这儿子了，大娘，我儿子胖了。大娘，嗯，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？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。哎，对，流通的，嗯，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，这叫流通。流通的，好，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！明年是猴年。啊，对，我唱跟猴有关系的。对，好不好？我唱《西游记》，这好啊，《西游记》插曲。哦，电视剧唱的不好。嗯，有动作。哟，有动作，有动作，那是边歌边舞。好，您来吧。你跳得高了。哦，起高了，紧张了。您别紧张，您别紧张。你。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
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，踏平坎坷成大道，走把艰险又出发，又出发。看出来了，您还真有点功夫。哎，什么功夫啊？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。这手好啊，这手。别闹了，你看这票几点的吧？哦，这么回事啊？你看几点的上车？哎呦，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。十分钟开车了。哎，我走了。您慢走，慢走，哎，慢走。好，你告诉中央电视台，明天别直播了。怎么了？太紧张了。嗨，习惯就好了。啊，各位旅客，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，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准备上车了，啊，注意啊，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，叫什么烟花炮竹啊，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。等会儿，石主席，哎，咱们那些旅客呢？都上车了，都上车了啊！坏了，怎么了？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，嗯，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。哎呦，你倒早说呀！怎么的？车都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送送大伙儿吧。哎，各位旅客，祝大家猴年大吉，一路平安。站上啊，站上那地儿啊，哎，我这都来啊，我拿点钱啊。哎，您找谁呀？您姓赵，赵大娘，我看您来了。哎呦，来就来吧，还给我买东西。哎，我这是公家的，这个。您俩是哪儿的呀？我是电视台的。啊，贵姓啊？姓侯。攒什么了？导演。导演。哎哎哎，也是导演，哎，导演。不不不不不，不是导演，是导演。那都导啥呀？啊，导豆腐吧。豆腐啊，不导豆腐。导什么电视片啊、新闻片啊、纪录片什么的，啊，那个呀。哎哎，你坐着吧。哎，我去买豆腐去，一会儿再说话。不不，大娘大娘大娘，您来您来，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。给我拍片？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，给人民立了大功了。上厂子找他去吧，在那儿呢。不是，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。我们拍这专题片啊，是三八妇女节播的，非拍您不可。傻呀，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，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。您客气，您坐下，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。构思啊，不是豆腐丝，是构思。构思。哎哎，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啊。不中不中。一天啊？一天可不中啊，没那功夫啊。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。不是说排您的一天，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。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。您听着啊，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。他是这么回事，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，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，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，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。我说导演，啊，是这么着。我，啊，不是导演，导演，啊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啊，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，你还得快点说。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？理解，理解了，理解，那就行了。你说啥来着？电视啊，它就是导演的艺术。您那就甭管了，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，咱们现在开始工作。啥位置？站在您的位置上。哪儿是我的位置？您站好，别动就对了。不是这位置，就站这儿，就站这儿。下边我来提问，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。大娘，嘿，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？
早晨起来活忙着呢，就早晨起来多。你说干完了这样吧？不是，第一届，第一届，啥都能说呀？有啥说啥。第一件就是上厕所。上厕所不能说。你说我说着吧，我问你这，我说啥都能说吧，你说啥都能说，我说也不好，不是？我问您，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？您来说的是锻炼吧？锻炼。哎，来，那我们借着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，就干净。不行。你说甩手疗法不行，治病没治血压高，治心脏没有科学根据。你小不小吧？甩手疗法，我瞧瞧你，可专业了。不是大家，不是您等，您还会点别的不会？别的太极拳。哎，太极拳行。还没学拳呢。您说这都过时了，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？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。哎，对，来，看这个。我看呢。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呢。现在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？走，叉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停！停啥？你嚷啥呀？我这有心脏病，你说您停了就堵车。坐下，我跟您说说啊，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，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？我就想躺那儿睡着。睡着不行，您看电视吗？看电视。哎，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，就爱听唱歌啊。会唱吗？年轻的时候吧，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，走着老了差劲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，咱们就排唱歌。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？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《昨夜星辰》。昨夜星辰，好，咱这就是《昨夜星辰》啊，《昨夜星辰》站好。我说预备的开始啊，预备，开始。昨夜里星辰，好，坠落，好，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。头上顶着鹤，他咋变了？行了，您唱错了，我说唱评戏那儿去了啊，唱评戏了都。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。算了，大娘，咱们这组啊，咱们下一回再拍。哎，咱们这回呢，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，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哎，我先把豆腐带回来。哎，大娘，别走。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，您要买的，您把这先放下。来，拿着这个，还挺清正的。您别看它清正啊，这里什么都有啊，想啥有啥。哎，想啥有啥。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？上，那就在家想呗。不是，他这是道具呀。他这比如说吧，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，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，反正什么都有了。您把它买回来，脸上高着兴，您心里头想的是我下半月咋过？咋过？您不能想这个，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。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，我明天还买。那就得借钱。借钱。您怎么老想钱呢？那你多少钱呢？我儿子挣多少啊？不是，这不是拍电视吗？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，是拍我的一天呢？拍您的一天。你拍你的，拍我一天，我没这样过过，不是？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？啥？虚构。明白了。哎，就是蒙人呢。对了，怎么？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您。算了，您就从外边走进来，咱们开始拍吧。哎，好，我说，预备，走。我说，往进走。导演，走进来，进来，走啊！管了，走啊！你回头费电，你管了他。我说话，什么事？我都问你呀、啊，我这一进门，哎，我先迈哪条腿？您习惯迈哪条腿啊？男左女右，那我就迈右腿吧。右腿，迈右腿中包，就是右腿，好不好？就迈右腿，就是右腿。哪边是右来着？
外边那条是右腿、啊，就这条啊，就这条，就是右腿。那 我就卖这条腿、啊，您就卖右腿就行。中，哎，就卖右腿、啊，就卖它来，哎，就卖它啊！预备，开始，走。哎哎哎，不是大娘，不是，停。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？我说这。你说我平常吧，走的他也啥好的。他我看见这个，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？你把他撂下，哎，这样你拍吧。我使什么拍我呢？算了算了，大娘，咱们不拍这组了，咱们拍下一个单元。那好，下一个单元呢，姓张，我去给你叫他去。不是楼下那单元。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？就是下一组镜头。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，您先会儿啊，我想想啊。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，这说明呢，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。那是啊，对不对？儿子是我养我的，不是、啊？哎，对对对。您还有第三代吗？有小孙子，好着呢。平常您教育不教育？我怎么教育他呀？教育，爹妈都疼着呢。对，不都上一个啊？都是一个。哪个不听话，我也乖气乖气他。该管就得管。嗯、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，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。只要是一闹，哎，都记了。您说，我这干啥？干啥？你还嚷？闹、哦！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，小鬼儿拉着。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。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。哎，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。哎，古代故事，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、啊，阎、哎、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，啊、小鬼扛着招魂幡、啊。不行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，封建迷信不行。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。啥有意义？这个有意义的，像这个司马光砸缸。那不知道，我教给您呢。好小啊，一学就会啊啊！您这么给他讲，孩子听话，奶奶呀给你讲故事。孩子听话、啊，奶奶给你讲故事。哎，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。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司马缸砸缸。司马光，你嚷啥呀？还不就是司马光？哎，对，往下，这砸光。司马光砸缸，司马缸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缸砸缸，司马缸。错了，错了，你错了。司马光，司马光，哎，对，往下说，咣当，怎么连咣当都出来了？你就是，你说一砸那还不咣当了？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。算了，咱不拍这个，拍下一个镜头。哎呀，我可犯了病了。哎呦，怎么了您？这可不中了。啊、不是您慢点，我得上医院去。怎么了您？不行，上医院去。不是您，我犯病了。不是您，等一会儿，您多停会儿，我给您叫出租车去。您稍微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买豆腐还用叫车？